在这个城市里，总有一些故事透着你的影子。小伙子，今天哪么早？接到货没？直接飞开了？哎，那你注意安全。
风不会太快。欢迎光临，随便看啊。人呢？兄弟，兄弟，这儿呢，经理。没事，哥，叫他怎么学土木的？
我开始想你了，我知道你也想我，我知道有些路。你有什么事直接说就行了。小伙子，随便看，喜欢的话可以试穿，好的您随意。看病，小感冒不严重。
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领导，我。各位施工队的大哥，关于这个。我一个月工资五，请广大求职者进入市场求职，用工单位进入市场招用中，市场提供全免费服务，不要在场外聚集，以免上当受骗。请广大求职者进入市场求职，用工单位进入市场招用中，市场提供全免费服务，不要在场外聚集，以免上当受骗。请广大求职者进入市场求职，用工单位进入市场招用中，市场提供全免费服务，不要。
买点什么？什么？哎，好，我去给您泡啊。买点什么？嗨，什么？小伙子，有点严重啊！这些吃了，如果没……
着时尚裤子，员工单位进入时尚招用中，时尚提供全免费服务，不要在场外聚集，以免上当受骗。请广大求职者进入时尚裤子，员工单位进入时尚招用中，时尚提供全免费服务，不要在场外聚集，以免上当受骗。好的，你随便，这要看你对人会挑书，饭吃下。小伙子，小感冒不严重。
小伙子。小伙子，卖废品吗？
求职费，仅说时常求职，员工单位提出时常招用中，时常提供全岗位，不要再参观。小伙子，小感冒不严。来了啊，下。
小伙子，小感冒。风雪中攀上走过的路，人海浮生不停追逐，只剩迷途，我却并不孤独，因为我名叫大多数。人生飘荡，拥有美丽想象，可时间它给我无情的伤，就算如此，心中依然有梦想，只为家人微笑的脸庞。
小伙子，我给你吃去，你把废品。小伙子，你要租仓库还是找工作？那你跟我来吧。那是你也快点过去吧，一会儿就安排工作。我来给你搭把手。哈哈，行啊，这大件搬容易受伤。哎。员工单位进入市场招用中，市场提供全面的
要在摊位里一面挡挡住片。请光大求子队进入四摊求子。
点臭豆腐，欢迎大家前来品尝。你要租仓库还是找工作？美食人间美味，长沙臭豆腐，湖南省委招待外宾的金牌小吃，长沙火宫殿臭豆腐。我们的臭豆腐由长沙空运而来，不好吃现场免费。Thank you.
你好，老板。哎，有的有的，这一片我们来，你先看看。你好，你来了，最近来了。
算了。小伙子，卖废品吗？小伙子，来看病吗？哪里不舒服？小感冒。小伙子，哎呀，美食，人间美味。不好吃，现场免费；不正宗，现场赔现金。你好，你来了。